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玩全盘 Nelson， 欢迎嚟到大湾区，欢迎嚟到港人专业嘅深圳。我哋环宇选盘嘅深圳展厅就喺卢口红嘅隔篱，一出电梯就会见到呢个商业城一楼嘅103号铺，可以为十分之方便。我哋环宇选盘嘅免费睇楼团咧系天天出发噶，我哋精心挑选咧过百个选盘，等你去到现场咧最真实咁了解楼盘嘅情况，同埋周边嘅地段、交通啦，以及周边嘅配套环境等等噶。当然啦，仲有品尝呢个最地道嘅美食啦。咁而家参加睇楼贴啦，咁贴身送嚟环宇睇楼三宝，送你防晒雨遮、矿泉水同埋湿纸巾，全程为你遮风挡雨，咁用心为你安排最适合你嘅行程，让你买得安心又放心。即刻拨打热线电话6963-0900报名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笋铺王 And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平姐。哇，平姐，今日你带我嚟 Costco 搞咩啊？咁犀利噶？因为咧最近咧，我哋嗰个感受市道嗰条片咧就好多人睇嘅，咁啲客咧就问，咁到底咧周边有咩配套咯？周边有啲咩配套啊？系周边有 Costco 啊？虽然唔系好近，但系咧又唔系话好远，三个地铁站咪就三个地铁站。系我哋五和站坐到嚟呢个红山站。系啦。OK。咁你见到咧后边嗰啲巴士咧就系免费可以到红山地铁站嘅，同埋个深圳北嘅。哦，免费 shuttle bus 系啦，可以过嚟我哋呢个 Costco 嘅。嗯，冇错。啱啱都试过噶啦，其实大概五分钟到嘅时间嘅啫。系，就系呢啲巴士站，你睇几多人？哇，系咪？真系夸张。系啊，坐满晒啦，仲企住喺度噶。OK， 不过今日咧少人好多噶啦。系。因为咧，我记得系1月12号开张嗰日咧，系好夸张。嗰日咧。我见到我朋友喺度排队个位咧，佢话要3个钟。落正常啦，绝对系啦，系咪好似唔使钱咁样嘅？系啊，今日平日就少好多人，好夸张。系咁、所以我哋特登咧今日过嚟拍一拍嘅。嗯啊，嗱咁其实咧亦都可以讲翻少少呢个 Costco 嘅资料啦。嗯，咁其实呢个超市咧，佢喺华南地区系第一间喎。嗯，啊，全国第6间。啊、因为之前咧就喺上海啊、杭州、苏州嗰啲有嘅。嗯啊，咁如果你话华南地区咧，深圳咧系第一间。嗯 ，OK 啊，同埋。会费系几钱啊？你知唔知啊？299咯，咁梗知啦，系嘛？299，你有做功课？系啦，冇错。咁可以喺呢、这个现场办又得，又或者喺微信嘅小程序嗰度咧搞又得。嗯，啊，你一见到咧嗰度咧就有人现场办你嗰个会员嘅。系啦，咁入咗呢个会之后咧，全球通噶喎。系。系啊。全世界嘅 Costco 你都可以去入到去噶喎。全世界有14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有嘅。咁啊，包括美国啊、加拿大啊、日本啊等等嘅地方吓。系。OK， 嗱，不如我哋咁样啦，再过去对面睇睇好嘛 ？OK。左边系机场，谢谢电话。大家好，入场前请先出示您的有效会员卡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坐翻巴士就去一番城嗰度睇睇，哦，好啊，就 Costco 门口有巴士，坐3个站，咁就可以去到一番城。系啦，冇错。哇，真系好玩啊，龙华真系。因为一番城系龙华嚟讲嘅话咧，最大嘅商场啦。嗯 ，OK， 有60平方米嘅。嗯，得 ，OK， 好，而家出发。好啦，咁我哋已经落咗车啦，咁呢度咧就系一番城噶啦。嗯 ，OK， 同埋咧，亦都更正翻啦，啱啱俾嗰个保安肥仔老点咗，佢就话俾我听3个站，其实咧应该系6个站，系嘛，5个站、6个站啊，总之唔系3个站啦，啊，咁其实咧个车程都好彩，就唔系话好耐，咁大概咧2个字到嘅时间咧就可以由 Costco 咧嚟到呢个一方城嘅，系 ，OK， 咁亦都咧我哋呢个位置咧，距离我哋呢个楼盘亦都系再近咗，系，冇错，喺嗰个感受时代行过嚟嘅话咧，就2个红绿灯。咁如果你话行路嘅话咧，就2-3个字到啦。哇！如果叫滴滴，咪3分钟、4分钟咪到咯。系差唔多。哇！好快嘅啫。嗯。
OK， 嗱，咁而家咧，我哋个位置咧就喺一方城啦。咁一方城咧就系龙华最大嘅商场嚟嘅。咁佢就分开 A 区、B 区、C 区。啊，咁我哋咧就不如入去睇下好嘛 ？OK。咁我哋咧就到咗呢个 B 区噶啦，咁 B 区呢一度咧就系三楼嘅，你一见到咧79雨船啊，诶见到，吓呢间咧就食海鲜嘅，系、哎、正啊，吓有冇食过？有啊，嗯，我都食过，几好食，转头你请啦，你次次坤我嘅你，哇呢一层全部都系食嘅，系，你一见到咧对面老佛爷啊。食过啦，上次同你食过啦。系牛杂煲啊。但系嗰餐我埋单嘅，我记得。我已经唔记得咗喎。系啊，喺龙岗食噶嘛。O、okay, K， 好。咁其实呢一层个位咧，系多数都系食嘅噶啦，食乜都有啦，嗰啲烤鸭啊，呢度都有木屋烧烤喎。真定假噶呢间？呢间咧系真嘅。上次我哋。龙岗嗰间流到七彩喎，冇呢间系真嘅，你一见到门口系咁啊系，通常喺啲商场嗰啲咧都系坚嘅。系门口嗰啲凳咧，嗱呢度有唱 K 啦，系，嗯，咁嗰边咧都有百合里喎，系百合里，系食牛肉火锅嘅话咧，其实百合里 OK 嘅 ，OK 系咪？嗯。嗱，而家咧我哋嘅时间系下昼嘅三点几，咁所以而家咧就冇乜人嘅。系未放工，嗯啊，咁如果到咗夜啲嘅话咧，其实系好多人嘅，人山人海噶呢度。嗱，我睇一睇下边啦，卖衫嘅系啦，下边咧就系卖衫嘅。嗯，依家百合里嘅话咧，晚黑都要排队噶喎。嗯嗯，你睇木屋烧烤咧，佢嗰啲都摆出嚟出面嘅。系啦，夜晚喺度饮两杯一流啊！系海底捞都有嘅喎，嗱海底捞就喺个位置噶啦。系见到见到 ，OK， 嗯，嗱其实呢个位置咧睇到好多嘢食噶啦。系嗱呢个只不过系 B 区嚟嘅啫，其中一个区。系哇，大家睇下，乜嘢都有得食噶。哇，包师傅都有啊！系啊，喂，咁我哋去埋隔篱嗰两区啫，好嘛 ？OK。OK， 咁我哋依家咧就喺 C 区嘅，睇一睇到底呢个商场系卖乜嘢噶？哇，依家见到咧又卖咗，即系好多牌子嘅，咁譬如咧、国际名牌都有喎，吓、啊。呢啲国际名牌嘅，吓卖咩嘢都有噶。O K， 食有冇啊？食嘅话都有噶，每一层都有。嗱，呢一个啦，你而家见到咧，肯德基啊，面包生意啊，快递处都有噶。嗯嗯嗯，系。C 区系最大噶咯。系 C 区最大嘅，咁其实咧佢仲有 D 区同埋 E 区嘅。系。吓，只不过即系 D 同埋 C， 呢同埋 E 嘅话咧就会细啲。主力嘅话咧就 C 区系最靓嘅，嗯 ，A、B、C 啦，主力就系 ，OK， 得、觉得呢个商场好大啊！哇，好夸张啦呢度，又大又靓，分五区，净系我哋而家个 C 区都有排你行啊！系，如果你话喺呢度嘅话，咁多区你行一日你都行唔晒。系啊，同埋食嘢啦，哇，几鬼多啊！好老实，如果住喺呢个锦绣时代啦，
哇！食足一个月都食唔晒啊！如果你行过嚟食，如果你食足一个月嘅话咧，好快你就变成肥仔噶啦。喂，冇所谓啦，咁开心系嘛，同埋咁近，行过嚟讲紧都系两三个字，唔想行嘅，搭车嘅，叫滴滴，三分钟四分钟，系啊，咁鬼死开心，我住喺呢个龙华。仲有啱啱我哋嗰个神级配套 Costco 咧，系嘛，除咗 Costco， 仲有沙姆，系，哇，一个铁三角咁样问你怕未？哇，神级嘅配套啊！呢度简直系啊，住喺度非常之开心，系嘛，到处又可以 shopping 噶啦，冇错，日日 shop 啊，OK， 嗱，同埋咧最紧要咧，啲楼唔贵噶嘛，系，因为咧依家佢租特价嘅话咧，74万一套，即系单价几多钱啊？单价嘅话就27000啦，27000到，系，啊，26方，系。咁有埋裝修，嗯，有露台，系文水文電，嗯，哇，其實真係筍喎，係啦，而且咧最即係可以基本可以話係現樓嚟㗎啦，現樓啊，係啊，幾時收樓啊？今年嘅6月份咯，哦，準現樓嗰啲叫唔係現樓，都仲有5个月。咁其實咧，佢外牆嗰啲全部已經整好曬，只不過係室內啲裝修嘅啫。係，上次我哋拍過啦，封曬頂，整好曬外牆㗎啦。系整紧室内装修、，OK。其实咧呢度嘅话咧，除咗你话自己住嘅话咧，都系非常之适合啦。但如果你话唔自己住嘅话咧，你攞嚟收租嘅话，都系非常之好。租到几多钱啊？租嘅话咧，你预咗系2800到啦。同埋交通啦，我哋喺香港上嚟都方便啦。系，咁喺呢一区嘅话咧，你话交通又方便啦，配套又好啦。咁其实个主要系个楼又唔系好贵啦。可唔可以讲一讲我哋点样上嚟啊？如果喺香港嘅话咧，咁可以坐西九到深圳北站嘅。咁深圳北站嘅话呢，最到感受嘅时代嘅话呢，如果你话打的士嘅话呢，咁都系10几蚊嘅啫。其实最方便就系呢个方法啦。系。又或者喺福田过关直接坐地铁上嚟。系。咁、啊、同样系方便嘅。系啦。OK、嗯。嗱咁样啦，今日都应该差唔多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对呢个楼盘有兴趣嘅话呢，可以随时联络返啊云姐啦，同埋我信富云 Andy 嘅。OK。咁我哋下集见啦，好嘛？好，拜拜。拜拜。